真的超喜欢的，谢谢所有的粉丝。技术新歌蹦出台位变迷音，王彩华是开花五十足。BLACKPINK 的颜值担当基素首张 solo 专辑《蜜》，光是预购就超过100万，打破 K-pop 女歌手单曲专辑预购量的最高纪录。主打的 Flower 曲风洗脑，观看次数已突破9000万大关。不过网友发现 MV 飘出台位，副歌空耳歌词像极了台语干灯啦，因此有网友开玩笑说台语歌坛正式起飞。而且王彩华12年前翻唱 Tiara 的 Bobby， 不止动作相似，连节拍也能跟基素开花舞对上内。彩华姐笑说：“太荣幸了，非常非常感恩。高手在民间，太可爱了，有这么多创意，真的超喜欢的。谢谢所有的粉丝。”基素的 Flower 3分钟 MV 就换了11套服装，华丽到延伸出各种迷因。红色的玫瑰是情人占有的渴望，黄色的玫瑰是爱人伤心的眼泪，紫色的玫瑰是女人浪漫的期待。一朵朵盛开的玫瑰，是一个个神秘美丽的女人，她们一双双勾魂折魄的眼眸，隐藏着人世间最动人的故事。玫瑰园里的女人，冷眼旁观又迷失人生。那双让人震撼而感动的眼睛，我们称之为玫瑰同龄眼。꽃향기만남기고같단다碰金刚刷的细致程度，连尼龙丝袜都不刮伤，当然更不会刮伤你的锅具。